Hello, everybody. We are about to start running for our president today. Walking. Trump. And the chain crown. Yeah.我是火箭少女101杨超越。你们为什么竞选总统？我是我们全村的希望。如果竞选失败被淘汰了怎么办？要不你们在淘汰的人里面抽几个人送个手机啥的呗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治理国家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？打破宋恩。形容一个人无所事事的样子。这水可真咸啊。应对新冠病毒，我们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？三连击，对方加分。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登上太阳的人是谁？漂亮，打破连续。国内著名综艺《变形记》的导演是谁？是不是那个谢什么奎？向日葵。答错，对方加分。面对疫情，如果没有口罩的话，应该怎么办？What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ying prime number 115,133 by 10? 可以用中文回答。115,113,0. 如何形容造谣不负责任的媒体？诺基亚手机的原生操作系统是什么？什么？某位美国总统曾经在印度演讲时说哪个国家是美国的重要盟友？哇！大话西游中能穿越时空的道具是什么？月光宝盒。漂亮！在白宫中遇到危险怎么办？多心地包请加我地包男孩。夏威夷属于哪个国家？减肥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燃烧我的卡路里。恭喜杨超越获得美国总统。See near Xiaoyu, see long near then, but long sure see now she's swimming.